有1到25号的民众可以上来打疫苗了。依照号码施打流感疫苗，担心长者等太久，也设立等待区，方便填写资料和确认接种间隔时间。我因为要推我妈来，所以我就 delay 晚一点跟她一起打，就是打的时间够长，然后刚好这个礼。那像别的礼的话，就时间太短，我们就只有放弃。疫苗错开这样比较安全。那往年我们是打了有400个。李明来，那今年可能是65岁的长者，所以会少一点。之前打过流感疫苗吗？仔细核对接种记录卡上的时间，避免民众短时间内接种两种疫苗。公费流感疫苗第一阶段10月1号开打，经过一个月已经施打304万剂，刚好达标。但相较去年同期施打408万剂，施打人数比较少，因为今年要跟新冠疫苗间隔7天以上。不过第二阶段从11月15号开始，指挥中心呼吁民众尽快接种，每天大概都打12万到15万之间，都还稳定的一个接种啊。那未来当然也会在针对，比如说在住家附近或是双北的捷运站，啊，这边都还会再设接种站来鼓励民众来接种。台湾历年来11月下旬流感疫情升温，趁早提高接种率，达到群体免疫，减缓疾病传播。大爱新闻何宇怀、李明华台北报道。